什么永恒曲谱？冰月村。竟然会被破坏到这种地步，看来一定不是绝世兔的原因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得赶快找到绝世兔才行。把音乐村破坏成这样，绝对不能原谅。对，绝饶不了他们。找到了，把永恒曲谱交出来。可恶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你们。你干什么？这绝世兔！绝世兔，你没事吧？摇摇兔，接住这个！嘿，嘿，这是，一定要保护好它！快，我拉你上来！嘿。挖陷阱，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！来，火之音符，燃烧吧！